即阵卖经济无好，老百姓的日子感觉真歹过，所以嘉义县政府决定要来和民众站做伙。伫咧两礼拜之前，决定要来停办今年的员工岁末联欢会，嘛就是八月。所剩下的经费要来转化成为爱心关怀行动。伫咧农历过年之前，将由各局处的科长来担任着一日的志工哦，将500份的爱心年菜亲自送予嘉义县内的弱势家庭。嘉义县政府每年农历过年前，拢会举办岁末联欢会，办到请员工食饭以及冒菜，各局处员工表演节目动作。今年预计办130到85班，取消岁末联欢会了后，部分的员工难免会失落，但是多数员工肯定送爱心年菜的做法。县长陈华官伫嘉义人嘉义人公园来拍2013年蛇年新春贺岁底片的时阵，接受到媒体访问时表示，送爱心年菜比吃一顿买个更有意义，大多数员工欣然接受，并且快乐参与送爱心年菜活动。对此，今年县府结合社会大众以及企业力量，办理年菜送暖、温馨我家的活动，总共募集500份的爱心年菜。我们也发动了一些NGO 团体哈，像巴斯奈洛关怀弱势协会哈，去年交给新的理事长罗信富先生哈。他也发动了他们的会员哈，捐了一些米，还有这些食品，到各个养老院，还有慈惠分校哈，送这个年帽的这个 T 恤哈，跟披肩哈，到各个养老院哈，到慈惠中途之家去，而且希望这个我们慈惠分校的小朋友哈，把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专长，理发跟烘焙，再带到养老院去哈，帮他们剪头发、做烘焙给他们吃哈，带他们去晒太阳。所以我想这一连串的爱哈，以爱化爱哈，我想我们这样嘉义县这个年大家会过得很温暖哈，所以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。嘉义一定可以过一个非常温暖的旧历。陈华官讲，即阵啊看到拢是由头革命的新闻，2013年选出来代表之 U， 显示人民对未来真忧心。U 感政府应该看到，体会人民烦恼的代志。你家己县政府体会到啊，所以两礼拜前取消员工岁末联欢会，由秘书长吴荣辉召集开会，决定由局处科长带领同仁担任一日志工，亲自送爱心年菜给弱势家庭。谢谢新闻，中来新台北市采访报道。